渊源非常的深。彰化小天后，欢迎梅琪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差点要讲从小看你到大。因为其实梅琪很小就开始唱歌，四岁是不是？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听说现在是在念台中的学校。对，哪一所可以说吗？中山医学大学。哇，所以以后是要往医疗的这个方面来发展，对不对？目前就是先完成课业。对对，然后之后再想想看。对，之前你有发过专辑。对，有。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计划呢？会不会再听到你的完整的专辑？我想应该很多喜欢梅琪的朋友都很期待啊。之后有机会再告诉大家。所以我们可以先锁定他的脸书粉丝团，他都会po他一些表演的这个影片哈。那今天其实梅琪来到这个彰化嘛，因为你是也是彰女毕业的吧？哎，对，对，好，对对对。非常的熟悉，那今天呢回到这个读书的地方呢来唱歌给大家听，我觉得感觉又更加的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梅琪会带来几首动听的歌曲，邀请大家一起来这个投入，而会唱也可以一起唱，但是口罩不能拿下来哦。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梅琪。谢谢。第一首要带来三片云白。流三片呀，
好，第二首要带来王心凌的歌。天外飞来一笔新闻，今天谁被黑？因为他说了这句话，全世界崩溃。剧情梦喷口水，请问你是谁？谁是谁？搞不清楚谁是谁，怎么能说得天花乱坠？谁是谁？搞不清楚谁是谁。抱歉，我对时间不防备。想要得到同情关注，故意要被黑。因为他做了这件事，全世界都崩溃。别人的眼泪怎么只是？私欲的傀儡，操控剧情还装无辜，请问你是谁？爱搬弄是非。到底谁是谁的谁？怎么越来越觉得玩味？谁是谁？到底谁是谁的谁？相信明天下雨会打雷。谁是谁？搞不清楚谁是谁？怎么能说得天花乱坠？谁是谁？搞不清楚谁是谁？抱歉，我对时间不防备。小哥和我们一起带来两首歌，风格完全不同，所以它可以驾驭所有不同的曲风哈。